跟东马的地图这样。来自各国的新移民穿着传统服饰，站在台前介绍自己的美甲作品，分享创作理念。松山区公所和育达高中开设新移民指甲彩绘专班，不少学员都是从零开始，上完课后收获满满。我们这个服装是印尼的，后来今天我们是学那个指甲的彩绘，我觉得指甲彩绘，所以搭配我们这个颜色跟这个指甲的颜色。结业式上，各个学员精心打扮，拍摄美美的毕业照。松山区长游竹平还特别颁证全勤奖状以及奖品，鼓励学员勤奋好学。因应接下来的防汛期，公所也安排防灾宣导，希望新移民朋友把防灾观念带回家，为台风季节提前做好准备。防灾的观念啊，还有一些市政府比较重要的，包括前几天交通局拜托我们有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想法，也要拜托大家也成为我们公所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防灾的种子。松山区公所每年都会规划不同主题的新移民课程，欢迎民众可以随时关注公所脸书，透过课程学习，培养兴趣，丰富生活经验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